要涂满两层哦，两天一面。我的天哪，我觉得你这最起码也得两周吧。没有，这是草图，可能没有太多细节。啊、这是钟楼，钟楼就是山汉关。其实整个工程量还蛮大的，所以幸亏有我的队友在帮我。Hello，Hello， 坐到一直坐到凌晨六点。嗯，初中那会儿，我那时候画涂鸦，不停的去宣泄你的那此刻的想法，涂鸦救了我那个时候。我问过他那么两到三次，以什么谋生？他就说我就想一直这样画下去。你还真的来了。这个船至少得六七个小时单吧。呀，别断了。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应该有了就。你好危险。啊，我回来回来，你住我被夹着了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我怕明天搞不完。三个人是同一个团体，是2008年组的一个团体，反正十几年了吧，十三年。对。用喷漆创造出的画面的这种快感，我很羡慕这样的简单最朴实的那种快感。Cherry Gang， Scar， Say Go Hi。他们的唤醒了我之前对街头文化的热情。呀，你断了。其实我来之前还是挺忐忑的。Hello。涂鸦这个主题对我简直太陌生了。但是在那一刻，你是特别投入的。Okay。初中那会儿，很多人家里失业，没钱花，然后再一个就是古惑仔。那个时候我身边的好朋友发小都在混社会，我那个时候画涂鸦跟那些事情绝缘了，涂鸦救了我那个时候。如何快速地了解一个城市呢？那就是要走进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。那么如何用艺术的方式来记录城市记忆？用影像，用文字，用画笔。来，奇遇人间角落，和我们一起走进武汉，来感受这座城市和人文艺术。